轻松抽吧，今天没有打算给自己太多，大概这个叫啥鬼的，400颗嘛，抽完应该就停了啦，抽完应该就停了啦，就这次不会抽太多。我们先从副歌开始好了，副歌看看十抽能不能出点什么啊，三个手时间都先抽一轮，然后再看看要拼哪边的保底，看起来不错，彩蛋嘞。怎么有副，怎么有旧的？哎呀，出了个有点让人意外的家伙。你谁啊？翠碧斯，翠碧斯，嘿，北安安，哎，雷姆吧，或艾米莉亚都可以吧？哎，猫娘啊，居然是猫娘啊！哎呀呀呀，小奖都快齐了呢。好了。诶，光荣 ，OK， 好，我稍微看一下这次的几率啊，应该没有什么吕洞宾之类的吧，应该不会有吕洞宾之类的吧，我看一下 ，cos 60不玩活动角色1%，看起来有点危险，那我们就先抽 Emilia 的手势吧。哎呀，不是听说这次有彩带就会出货是不是？所以我看是稳啦，稳啦，稳啦。我没有啊，呵呵 ，AW 警告，第一个十抽就 AW 警告吧，这么可怕的吗？好，接下来这边，怎么不会吧？第一个就齐藤警告啊，这么可怕吗？不要吧，没吧，啊，稳稳抽就好了。今天没有什么太大压力，没什么太大压力，真的，哎，阿提密斯哎。带的币好了，雷姆玩奇葩队比较有望啊。OK， 完美宵夜账，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来啦，可以啦，真的，哇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非常不行。福尔摩斯、欸，哎，福尔摩斯可以干嘛？福尔摩斯，有点危险，今天看起来有点危险。不行啊，我上一次都这样子跟天神呛瞎了，今天就这样倒了吗？不可能吧，不可能吧，绝对不会，对吧？绝对哦，今天绝对飞。比天神还惨啊，看起来有点惨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要凉了？这个看起来有点危险，对，这个看起来有点危险。可以，头尾各一，头尾各。他妈怎么又福尔摩斯？哎，哎，两坨垃圾。哎，我们已经默默的来到 S6 了，官方认证表演者，今天是要表演 BOSS 吗？不是吧，应该不是这样吧，不是这样子吧，哇，太优秀了吧，我们到宝了，这是什么鬼啊，可以了吧，该来了吧，保底来个雷姆吧，保底至少来个雷姆吧，拜托保底起飞两颗，可以。OK， 看怎么用福尔摩斯，可以，雷姆，啪，轻松啊，70抽可以了，我觉得 OK 啊，70满70 ，OK， 还算可以，还算 OK， 真的稳70啊，可以啦，应该有比天神欧吧，哎，9个哎、欸。还是至少要凑10个吧。来啦，接下来这个就是重头戏。来，十抽等币，稳到不行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当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我就说了嘛，今天一定欧的啊。
这个石头，做了一个我不太熟悉的角色啊。你谁啊？安娜塔西亚，商界天才。Who are you？ 为什么你一次来两次？哎，艾米莉亚，谢谢各位，我们结束。砰！来靠腰啊？不是啊，好了，他也算香，他也算香，可以，他我可以接受。他们俩我也可以接受，虽然我不是什么萝莉控之类的。